治你个治！打女双，咱俩打女双。行呀，要不你要不要？你赶紧逃吧！啊，赶紧逃！那分谁打？不要第二轮，你先打。那分谁？你试一试，写一下分看。这样。啊，再问一个。小方怎么打？小方怎么打？配咋打算？小方当 cross， 对，小方当 cross， 然后再派一个人打，再换一个人上来，啊，再换一个人打呗，那还得有一个人 cross 跟谁？先让我换了鞋吧，我操，你先换鞋吧。不是你排一下，你一个人跟小方打，一个人随便怎么打都无所谓。小方刚刚那 cross 跟谁？艾伦，哎我操，艾伦也没来。艾伦没来，对啊。这已经随便找个人打就完了呗。要不然实在不行，你就跟小方打，我跟开谁？你跟开谁打？那你就跟开谁打比较好？现在就等了，就等了。要不我跟那谁打，我跟小方打你。咱俩肯定是白队的，我看了那名单，我把他俩放到蓝队了，他俩是蓝队，那个亮和那个上官是蓝队的，对，他俩是蓝队。技能和技能。这是哪里？这阿姨，我忘了没来。
开你怎么办呢？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你们现在就上。